从这儿去大撒关算最近的路。多谢公子相告，哎，也不知道玄明教对此地有何图谋。哈，多亏殷少侠指路啊。殷少侠是闯荡大江南北一方豪侠，自然什么路都认识。不过殷兄既然认路，倒是前头当向导带路啊。尉迟，你阿良啊，于西，我只是在想，那个万一那件东西落在陇南的军营里，那我们岂不是得和朝廷抢东西？最好先往汉中这大城去打探打探消息。阿良，最近你可有领悟明清心法？啊，最近这不是有些忙吗？等得空我就去悟道去。阿良，此事你可得抓紧，别整日摆弄你这笛子。于西，这是尺八，都说了多少回了。英兄，你查玄冥教很久了？有些时间了，上上下下算起来得三年了吧。尉迟兄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想问问英兄，此前有没有发现玄冥教炼制石之源？这倒没有，不过也可能是我没注意，我只发现他们四处打洞，像在找地脉。啊，找地脉？玄冥教的人找地脉干嘛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，我是真不知道，我没怎么留意。本来我查他们也是因为云峥兄。这我倒大抵明白了他们为何寻地脉了，怕是和他们以邪法炼制石之源有关。免，难道炼制石之源需要地脉灵气？很可能，殷公子的那位故人炼制前不是提及什么灵气充裕吗？想必他们的邪术需地脉灵气才行。尉迟哥，刻盘为什么会被地脉灵气吸附呢？这你可不该问我，我也奇怪着呢。估计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人在一边呢。阿良，你不用这般说话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你若有什么猜测，说便是了，我也好奇呢。于西，我就是觉得刻盘会被地脉吸附，应该和刻盘本身有关吧。刻盘非金非石，是什么打造的？记载上说，刻盘是以星耀之力打造之物。那，莫非是星耀之力与地脉发生了呼应？星耀之力，地脉。阿良，你想到什么了？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上来，乱猜一句，会不会地脉是星耀之力凝聚的？是星耀之力在地面的倒映？这和创世的秘密是不是有什么关系？创世的秘密，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些？别胡乱猜想，我们眼下还是尽快赶去大撒关。玄冥教既然打那儿的主意，说不定那儿会有其他刻盘碎片。这么说来，我猜测的没错，但那个让我去探灵脉光渊的声音是怎么知道此事的？还提了什么创世，真古怪。小不点儿，地脉是什么？地脉就是地脉呀，是一也说不上来，里面藏了许多灵气，山川万物其实都是靠此而生。我所知地脉相传是盘古经脉所化，沿山河而走，其内蕴藏了十分丰富的灵气倒是确实。哎，阴谋所知与姑娘的说法有点不同，我们宋人的传说里地脉是龙脉，奠定九州基石，当然也有说是星耀之力流淌在之所。各有各说法，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一发现了近路。尉迟哥，我和你说啊，这儿的几个隧道能穿过这儿的山体。小不点儿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突然就想起遇见夜痴那会儿。妹啊，那是意外，一有独门秘籍找路的好吗？才不会错。那你究竟怎么找的路？你也不像常年在外游历，
知道的倒不少。一有独门绝技啊，尉迟哥不会是想打探这个吧？小不点儿，你到底为什么跟着我们一路？实话说了吧。妹啊，就不告诉你。尉迟哥大笨蛋，就是猜不到喽。喂，你这……阿良，你多大了？怎么和依依一般见识？依姐姐，我们是闹着玩呢。就是啊，于西，你看小不点自己都不生气。阿良，你算了，你就什么都不放心上。后面部分可以被打开了。这真的是我们的回忆啊。难道这书是什么人留在那儿，是帮我们的？会是谁呢？然后这边就是主线的回忆哈，这可以调查回忆，可以回溯这样，然后可以回顾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拿一下宝物。哦，这个好像是新的，江湖上失传已久的什么九夷天尊剑，果然。这为何突然寻这个？据说半年前就失踪了啊！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不就是说什么号令神魔？这是听江湖义士听多了，正经事不做。得亏大傻官还有吴将军守着，不然金贼早就杀进来了。哎，反正我们这边小心点，官府对江湖人可不友好。谢过提点，我们这就……哎，等等。我这刚好有美食之印，就当是给你们的谢礼了。没，你真是太好了，依依最喜欢你这种这么大方和尚的人了。哦，哎呦，这个好像二册没有哦，我印象中没有，应该是多的。哦，又打一些风波旗哦。好，快点。刚才那个是画蛇，我们烤。小不点儿，你站住啊！喂。说了多少回了，东西不能乱吃的。没啊，依依终于从浓雾冲出来了。此处埋伏，是玄冥教的人，大家小心。赴汤蹈刃。啊。此处还有玄冥教的人，又何是这群石轮功的？白手当然都拿他们没辙，兄弟们快撤，保命要紧。没啊，你们要去哪里？不能和依依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！快去截断他们的退路！谁敢放肆？哦，又是风波旗。啊！是尸鬼啊！尉迟哥，这不是到了什么汉中了？不是重要城镇吗？没人看守吗？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鬼鬼祟祟的，见了我们就跑。这个我头一回出远门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此处已进边关要塞，是陇南大撒关的重要补给之地，这尸鬼也不知道是谁弄出来的。殷公子，这些年边关仍不太平。于姑娘是吐蕃人，为何要如此关心大宋关隘太平与否？我是石轮宫的人，但谁说就是吐蕃人？况且玄冥教似意图大撒关，如此我自然要留心了。哎呦，于姐姐，别搭理这磨磨唧唧的家伙了，我们跟上这尸鬼，跟去看看，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在那边，那披甲戎装之人的身后，那个人好像是刚才在地道里遇见的怪人。这些尸鬼怕是金贼派来的，他们定是意图山河之日。不好，我需快回大撒关。有命，凭你也想缺老夫性命？哼！
无名，你怎样？无名无碍，可随将军杀出重围。不愧是吴老将军，身边随从都如此忠心耿耿。是你，关延烈，你是鼠辈，可敢正面与老夫一战？哎呦呦，我可打不过吴老将军。不过这人居然操纵恶心的尸鬼，真是说话声音恶心，人也恶心。嘘，偷袭偷袭，别被发现。哟，这是您找来的帮手，看看还是江湖人士啊。哈哈，没想到吴老将军交友甚广啊。吴将军，这是大撒关守将。自身三个人内范围任意单位死亡就能得到聚魂效果，所以这个鬼族要先打掉。谁敢放肆？必当车。将军，属下尚可战，无需顾虑。无名，哈哈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二人便与各位义士合力破敌。好，拿到了一张符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啊，这当然要拿、啊，这不拿你打不到，哎、欸，打不到那个墨镜怪谈的。阿良招式很坦，阿良招式很强啊，攻击伤害其实蛮高的。啊，换李云凤表演了。啊，又被砍。哎呀，不然可以把那个完颜烈打到残血的。范围防术没有，他应该是问离火神诀之类的吧？哦，好痛啊！古伦德在二侧的时候也蛮强的、啊，三侧更强了吗？吴将军找来的帮手倒是厉害，只是不知道您结交江湖人士，您大宋皇帝怎么看啊？今朝就此作别了，来日有缘再会。遁身，属下来迟，将军恕罪。大撒关欠下战事如何？神奇车可以修复。这，将军，战事吃紧，金贼突然发难，着实是力不能及啊。哼，贼人倒是会钻空子，本将即刻赶赴。将军，还请借一步说话。嗯，先候着，本将有话和几个年轻人说。多谢四位相助，我尚有军务在身，不特久留，先行告辞。上又遣人来了，召您入京。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。将军，
这已是第三道谕令了。来日若非马革裹尸，定向圣上谢罪。将军留步。您就是北川峥嵘道大撒关前人的吴将军。金贼怕是与妖人勾结，欲操纵石之云攻破大撒关，由此入蜀。哦，操纵石之云，居然有人能操纵天灾，闻所未闻。将军，是否是金人所为，我们尚且不知，但确实是邪魔外道炼制出了石之源，还在图谋大撒关。将军，我等晓得如何除石，可为将军分忧。谢过好意，但你们几个非军中人，守边境乃吴某之责，九死亦不悔。吴某此番正是为战事赶赴边境，各位少年人，战场险恶，莫去赴死。哎，将军留步啊！喂，怎么就这么走了？倒是说说大撒关里究竟藏了什么，叫玄冥教图谋啊？大撒关内，果然是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吗？看来确实还得去一趟。说不让去就不让去了吗？一才不听呢，不让我们跟着，就以为我们去不了吗？你们都跟依依来，依依来找近路，我们三人轻装简行，肯定比这倔脾气的将军啊还先到什么大撒关。是四人。四，明明只有三个人啊。哇，哪来的声音？谁在说话？鬼啊！哪来的魂之息？这兵刃怎么就突然蠢蠢欲动了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魂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莫不是我得到了什么能与魂石产生呼应的材料？原来这样就能提升魂石的位阶，增强魂石的属性啊。好，这边好像改掉了，跟二色比的话，炼魂然后这个注入，这单纯多了。然后你知道后面那个是什么吗？夜什么之境的？啊，你看不到，再看一次。后面这个很熟悉吗？对不对？很熟悉的画面，可是没办法给大家，他没办法缩小啊，没办法看，好吧。阿良，你的明清心法领悟的如何了？在悟着呢。发现玄冥教制造石之源后，于西好像就越来越常提及心法的事情了。阿良，你需要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哎，玉池哥，地脉若是被污染了，会怎么样？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？想到了就是想到了呗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小昭，你怎么总有这种奇奇怪怪的念头？依依和你熟吗？别乱叫。哎，小昭姑娘，我们就真没在哪儿见过？雨姐姐，我总觉得那边的岔道的洞窟有点古怪，依依去探探。啊，这个。玉池兄，若两国交战，你们不会袖手旁观吧？这自然不会。不过真会打起来吗？到时候苦的可是百姓啊。现在有雄关盘踞，金贼自然是没法打过来。但现在那个什么完颜烈不知从哪儿得了起尸咒术，再联合玄冥教，我担心大宋关隘危矣。除了大撒关，后面还有不少雄关要隘，金人费这么大劲就只为谋求一关。小昭姑娘，我一介江湖人，不知其他，
只知江山天下。没，不想说就不说好了，又没人逼你。大家稍作整顿再出发吧，借重庆府走米仓道去大撒关。贪婪共穴。没有配音。没，这个洞窟怎么回事？那个人怎么和盗匪在一块？没，洞窟不对劲，这地方为什么被鬼变得气脉笼罩了啊？依依说的有道理，你们请看那些人，他们像是一枚的神智，很可能在被驱逐渐转变的尸鬼。爷，我知道这些人盗匪是看从那裂隙的，我们不从这个过去就没事了。这裂隙会冲向哪呢？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看看。我靠，玉子哥小心啊，这些被控制的人和盗匪是不是很强？哦、OK， 潜行官，那古怪的裂隙就在那里，得抵达那里。这些被古怪气脉控制的家伙应该已经脱离人的范畴了吧，反正不是现在的我能对付的。幸好他们被这诡辩气脉增强的同时也没了自己的神智，只是被控制的话那就不会有自主反应，只能像机巧一样按照规则行动了吧。只要有规则就好办，找出危险范围就好。好，来吧。好，先走到中间再走这里。赴汤蹈刃。躲下小的地形不用吧，先吃着对了，然后站这里了。赴汤蹈刃，然后应该是站这里吧。等一下绕圈圈哈，这里的话，在这。OK， 站对了。这里，这样挡抵挡得了吗？站这比较好，对，站这。好，过了。哪里难啊，那么简单。月西一，我摸清楚他们的行踪轨迹了，你们听我指挥就能顺利过来。这裂隙是与地脉有所关联，但还有一些不一样。没，那我们就从这裂隙下去来一探究竟吧。哦，要打煞了。弄一个特效给大家。没，是啊，这明明没有被石化啊，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？他好像知道凝聚到什么法阵上，下面他去看看这法阵就知道了。这地方的妖魔鬼怪似乎是被这个诡辩的气脉的影响很强大，这只煞想必非同一般，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自取。你们看，这些妖魔集中守卫在这，他们守卫这件东西应该与法阵有关。让我去探探究竟吧。玉子兄，此处妖魔非比寻常，还需多加注意他们的招式范围。死不全种，就交给青罗吧。好像青罗已经是踩这个了、啊。没，这法阵。哎，法阵碎裂了。煞看起来很痛苦，看来碎裂这些法阵能对他造成伤害。赴汤蹈刃。赴汤蹈刃。
一到十九其实回量二十体，二十其实回一百二。等一下哦，那先走，阿莲先走这里。会跳几个啊？就交给青罗吧。这里跟这里没关系，所以可以跳到这里试试看。啊，对哈，在这里。赴汤蹈刃。好。好，这个要站这里。好，然后阿良就交给青罗吧，直接站这，往前站。赴汤蹈刃。哎，没办法。就交给青罗吧。这里的话，打不死。就交给青罗吧。一定要弄青罗走。那没有必要买回旗啊，我觉得没有必要买回旗啊。就交给青罗吧。然后左边的阿良还要再一回合，所以呢，就交给青罗吧。青罗要再站远一点，我觉得站这里比较安全。好，然后阿良走这里，简单啊，没有难度啊。好，赢了。没，这是一个引流阵，这是将地脉的灵气引流到这法阵上，应该是地脉灵气被石污染了，才有这回强化妖邪的诡辩气脉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凝聚在法阵上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反正这不是近代才有的法阵，用的还是鬼书呢，非常古老了。镜子啊，幻境龙妖吗？快别乱碰东西，都说镜子有灵。此镜纹理曲直，所向四维八荒，中心的圆钮还寓意天地之中，他们一起组成了生生不息的世界。兄台，你是薄暮过客，再见。这人好像是像是什么？殷少侠认识此人？不认识，只是觉得似乎是。不过这类人销声匿迹已久，不应该啊。若是日后你们遇见有什么保护精怪、妖邪的人，记得通知我天玄门。我天玄门欠他们个人情，总得偿还。好说。于西，你盯着这镜子做什么？阿良，你也来看看。这镜子似乎……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有时我们彼此之间会有感念，以为是心有灵犀，但其实不过是念海波澜。哦，这个是幻境试炼，不虚此劫。哎，这个好像有幻哎。势不可挡的江湖扬名，少侠果真奇武奇才。界面好像很换。这波寻幻境，想来便是念海的入口。此中来往，既有他人之心魔，也有我们自己内心的魔。这个是波寻幻境，不就是心魔幻境？传说中能映射出人之心境，投影人之心魔的镜子。哦，之前就有了啦。
只是这边做的界面又有优化了，幻境心魔。啊？这怎么回事？我们怎么就到了沙漠里来了？小不点儿，于西，我们怕是进了镜中环宇。传说有铜镜，名为波旬，内有幻境，本为西域之物，后为复界子德，此后不知其踪。想来我们发现的镜子就是此物。镜中环宇，那小不点儿和殷少侠又是怎么回事？就和听不见我说话一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皆是幻象，别怕，击散他们我们应当就能出去了。于西，我得找他们两人回来，再说我们总也得想办法离开这镜子里，我去探探。罢了，我与你一道去。这边是写宙斯注入的法攻法防提升20%，但我就这样而已。哎，可以再上场吗？可以。啊，成满满的五个人而已。好，随便啊，就这样。我们得小心行事。此处若真的是，那定有原生的法则，也有自成一体的章程。好，一人动一只哈。死不全种。就是现在。然后谁敢放肆？我的话，我等一下。好，这样子。谁敢放肆？再见。然后给一护卫。啊，大家都护卫。这打不到他。对，像下棋一样，没错。中法无效。啊，尴尬，刚好被克。没办法，这种 PVP 就很花时间啊。好，给青罗。就交给青罗吧。哇，还没打死啊。啊，被补血了！哎呀，真讨厌。对，对方是电脑，现在是教学而已。好，解决。幻象消散了。和殷少侠两人方才是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你和于西一起瞧了眼镜子，怎么这会儿问我们了？你们在镜子里瞧见什么了？那个于西，你刚才看见……我刚才只看见你往镜子那儿看了一眼，
然后你愣了一下，接着依依就喊你回神了。这好奇怪，我记得你和我说这镜子叫波旬幻境。尉迟哥，你刚才看见的是人之心魔啦。传说中波旬幻境能将人之心连通，形成念海，心魔也会穿梭其中，我们要不断挑战这些心魔，才能守得内心安宁啦。不过战胜这些由心而生之魔的同时，也要当心防御。镜中的念海会化成不同的幻图，自然就有不同法则，就是图章啦，要注意图章附带的战场效果哦。好，就是每个不一样的地图会有不一样的战场的特性啊。简单点就是这样子，选择你适合的角色对应不同的幻境，这样。但我们只有一个嘛，所以我们只能选这一个。那我们角色有限，那就这样子就好了。青铜放后面，因为青铜太坦度太低了，放最后，这样子。好，随便拿。凡诸位留步，在下是大宋川峡四路吴将军所统，行营左护军帐下威武都尉的禁卫队队长，又是相求。金兵赤侯伪装成镖局人，深入我关隘内，请务必助我截下他们。好，这边就是一样，不要让他们逃走就对了。擒贼先擒王，天妖术师。去，二人手一起枪，把他们给剁了。就交给青罗吧。十轮长。赢了。谁敢放肆？好，赢。父王，我一定会守护好大夏国。神阶，神阶。Nice。果然，黑真黑确实挺好。盗贼的东西真不少。这包裹倒不像是寻常百姓会用的，可能是衙门有人的东西。反正现在是我们的。阿良，要是能找到失主人就还给人，那这不是找不到吗？就是这个道理，这个得空扎营了，咱们好好研究研究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是什么？现在总算有时间打开看看这贼人抢走的是什么包裹了，让依依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小不点儿，你什么时候才能闲得住啊？哎，这里有一封密函，我看看。赞普世下，自120年前黑龙消失起，龙居岛不再有怪事发生，但自3个月前起，龙居岛再现异动，不知究竟为何有古怪光亮，似是鬼火，你需前往查探，赞普欲知事之详情。哎，这信件的主人真倒霉啊。这人怕本打算到龙居岛，不想却遇见了贼人啊。能被小贼干掉，估计也没什么大本事。阿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死者？啊？随口一提，随口一提而已，没别的意思。哎，我们要不要去龙居岛看看？之前我们路过了的吧？这还是别节外生枝的好。阿良，你觉得呢？这龙居岛鬼火，哎，二测的时候有吗？我们待会去看看哈。阿良超嘴炮的啊，
除了嘴炮还很，他除了嘴炮还会很会酸人跟刁人家。要找到了这个，打雷吗？是旋左右转，别过去，我们先听听他们在谈什么。保罗晚安。旋左右转，这处为何不能为我所用？九音打了，这里已经没有灵气，无法施术。没错，难道是被黑龙，是黑龙被拘之后，这里的灵气就没了吗？你们尽快去别处再寻吧。嗯，看来有人来送死，正好。再过半刻钟，异变发生，要人都不用找了。你们两个到底是哪边的人啊？喂，今日相逢有缘，不如就让我们练要人吧。不好意思，我可没有带你们当要人的想法。好，一言不合就开打。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打算？藏头露尾，与你无关。今天你们很走运，异变还未发生。没错，我们走。龙居岛究竟有什么秘密？为什么引来这些奇怪的人？而且占卜也关注这事，还派人来查探。占卜，这学名叫的占卜啊，事出必有因，只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事太少，没有机会深入。没，我们有的是机会深入啊，下回再遇上，定要查他的底儿朝天。这话说个在理，正好也能逛逛九州大陆，看看世间风貌，这才是我该有的人生啊。阿良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感情一直待在石人宫里，是委屈你了？啊，我没这个意思，我们还是赶快赶路吧，就往这边走。好，回去吧。旋左右转，去让金兵增加人马，继续攻城。完颜烈截杀那赶来的守将不成，恐你打草惊蛇，怕是为求稳妥，不愿再增兵马。没错。嗯，告诉他们放心，只管攻城就好。此次我们将以秘法相助，势必能帮他们拿下这关隘。主上要的山河志，我必为他带回。吴老将军带出来的兵，哈，也不想想，杀头空照征人骨啊。像昏德公一样不好吗？留条命不好吗？世间还有什么比命更重要呢？啊，二牛，咱还剩多少弟兄了？我不想打仗了。哥，我想阿爹、阿娘，还有夏儿。石怪，石怪来了！二牛，果然有石怪。我们遵吴将军之意前来相助，稳住战局。吴将军的兵马已在路上，援军随后就到。尉迟哥骗人，老将军什么时候说让我们来帮忙了？你们为何不再早点？二牛刚刚还在想爹娘啊。之前老将军好像提过，大撒关内好像有神机车，在何处？就在那儿。但已经坏了，要是这东西完好，也不会死这么多兄弟。尉迟兄，你不会打算修那玩意儿靠它来打仗吧？
这玩意儿要真管用，我大宋这会儿可不会在南边待着了。死马当活马医，你真以为现在多出了我们几个就能守得住？还是碰碰运气，说不定我能修好呢。毕竟我是技巧师。启动装置被熔毁了，看着痕迹像是有人刻意为之。嗯，这机库还能运转，只是……玉池兄，你看我干嘛？我没法修这玩意儿，但能改装成个威力差不离的机巧，应该能顶过一波攻击。不过我去石圣石、黄杨木、水牛筋、细麻还有火油，你对这儿熟吗？我在哪儿能找到这些？这，你等着，我进城去找，你等着哈。阿良，情况如何？现在只能等殷少侠回来了，我们且守住一时，算得一时，只愿能撑到吴将军援军到达。我们上阵吧。那阵线又涌入一波石兽，我们已经无暇顾及，还望你们助我军一臂之力，千万不要让防线被突破。战场之上，如果能够妥善利用巨马攻势增加防御力，便可以更好地抵御石怪。都是极品，不要难过。玄左，右转，去帮他们一把。相接何太急？没错，不过好像他们的增援来了。没错。你们竟还是赶来了，英雄少年，大宋何其之幸，此道防线就交于本将。今日我吴某同诸军并肩而战，同生共死，为我江山百姓，为我大宋天下，儿郎们随我上。他们很好笑，这不比博人传难？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哎，这很搞笑哎，弹幕这也是蛮搞笑的。旋左右转，石轮成命。石轮右转是这个角色人物，真的很可爱。是铁了心要用将士血肉挡我的路，你可想清楚了，我这儿可有死刀兵。没有人啊，老将军，你只会等着被打吗？没错，我不知道他范围是不是啊。石轮成命，石之云似乎气力用尽。再来多一些吧，这样的话应当就能炼化出更多的石怪。神机械流火教，生机仅在一线间。没错，这两人究竟怎么回事？
算哪边的人？阿良，殷公子回来了。玉师兄，你需要的东西带来了。殷少侠，你可算来了。让你们尝尝神机车的威力。这不可能啊，这都已是炼化出的成品，怎会如此不堪一击？这石之源看来还要改一改。哈，吴将军，你可当真是不知何谓唇亡齿寒，鸟尽弓藏啊！这下你可是要回去看你那皇帝画工笔画去了，当年那莫须有可也是忘光了。呼，真是万幸，大恩不言谢。吴魔即将进京面圣，眼下各位若有事用得上我吴魔人，当尽请言来。这个，其实我们在追查玄冥教，意外得知他们意图此地关隘。老将军可知，这究竟是为何？又或者，将军可有玄冥教贼人的行踪？这，吴魔人倒未尝听闻。兰州。哦，兰州城。兰州现乃西夏与金交锋之地，恐不安宁。无名，你带他们从小道走，绕开金贼地界，以免旁生枝节。是。总有一天，家界还联合金朝攻打城池。圣女，哼，一直听幽先生说起你，还未曾真见过你。听说你是他造出的人偶。是，圣女问这个是何意？哼，我就是好奇幽先生练手时造出来的人偶是何模样。你这样子也难怪先生会说是失败品。圣女无需多言，九阴知道主上想要的人偶并非九阴。哼，那你知道幽先生为什么要找地脉寻上古法阵，乃至于要你炼制石之源？圣女，你既然这么问，那想必是早就发现上古法阵压制了双矢降临之锁，你不愿撼动法阵，让主上能够通过。你以为幽先生为什么突然这么着急要抵达冥界？主上有自己的理由。哼，他想找到那个新人偶的魂，他想赋予那个人偶真正的魂，让他回来。自从石轮之力出现婴灵降世，他就不再是我的幽皇先生，也不是你的主上了。你说若那个人偶真的活过来，你还能得他丁点注意吗？圣女别说了。九阴啊，我若接回了父神，届时先生想找的魂也一样被幽灵吞噬，那先生就不会再有念想了。你要不要帮我？吴将军，为何深夜来访？你可是复姓尉迟？这个老将军怎知道？哈哈哈哈哈！还有谁人能修好神机车？想必也只能是你了。吴某人有一物转交给你，毕竟此物恐怕还是得交于你才是最合适的。老将军要转交何物？我这还有要事在身。哈哈哈哈哈！吴魔并非托你替我办事，不过是需此物转交于你，算是作为尔等助战、修好神机车的谢礼。
想必也能助你一臂之力。这是什么？山河志。这上面为何会有记录这些事物？这吴某就不知了，只知传说此物本为神秘组织谛听所有，是本神册传闻期间所藏地脉之力，携带此物所行之地的任意风吹草动皆可知晓。世间奇诡之事多，或可从中得所长。免，这样就知道江湖上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吧。确实如此，但谛听究竟为何监测世间变幻，却是不知。你可先一观此事。像是需要特殊的人才能完成啊。现在就出发去完成委托吧。这些事物需一定的时间方能完成，其中能得到宝物需得耐心等待。另外有时还会发现些奇诡之物，吴某就未得知其作用了。好，三个字这边界面看起来没打，反正就是一些小小任务，然后你可以去做委托。然后三小强就是主角，他们的那个行外三魄是要从这边三个字的任务去解的哈，还有一些冰刃的材料。好，这么快的后续报酬了，好，有了。好，我们继续这个。十字经，队长两个角色，女跟男，就这样。这个一定要去派遣哈。好，就这样。吴将军，山河志为何要交给我？您方才所说转交，又是何意？此物乃吴某替人保管，自吴某驻守大洒关后，便一直收于关隘内。此番自然称之为转交，况山河志怕也就是那邪魔外道意图大洒关的因由。因由？这将军似乎刚才提了山河志中记录的地脉，但而今似乎也看不出来。玄冥教想要此物是为了寻刻盘，还是说地脉里还藏了别的秘密？将军，山河志究竟是谁让您转交的？一位故人，您莫再多问，吴某所知也仅此而已。那个九烟似乎有些奇怪，我感觉不到他身上的气息，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生灵。或许他不一定是生灵。什么？我曾于石灵宫典籍中见过，这世间有创命之术，可造人偶，行走如常，甚有思想，只是没有情感。你说他是人偶？只是个猜测罢了。阿良，你的明清心法近日可有感悟？再悟。这，阿良，你若不喜欢，那便是不喜，也该遵圣者所言行事。于西我，哎，罢了，还是不提这个了。每次说到这儿，总是有他们的理由。哼，他们呢？那脸就是大雪山的雪，万年不融的冰。阿良，你怎可如此说话？尊者和圣者他们教你。哼，我这儿连自个儿该学什么、该练什么都闹不清了。阿良，你需相信他们一定对你做了最好的安排。安排？于西，你不懂，我想要的是自由，并非仅仅是离开大雪山。
我已经不问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偏是我。我都已说服自己，这一路就当是游历江湖寻散落的墨举技巧了，我还要如何呢？于西，阿良，已经选择了现在这条路，你就得走下去。选？我选过吗？我有的选吗？曹大人，问你一事。说。不是都说想北伐，北定中原，为什么又……朝中声音不一，有人想偏安，这并非皆是吝惜性命之徒，不少也确实为百姓厌战，想要安居。但再不北伐，兵都老了，就和当年诸葛武侯一心北伐一样，此代人若不北定，那大宋怕是只能偏安。那吴将军呢？他怎么想？将军主战，他也怜惜士兵性命，却咽不下那口气。那口气从靖康至今，他这辈的人他都不得忘。个人都有个人的想法，个人的理由，偏安还是北伐，这事儿就没个对错。当年岳武穆确实忠心，想一雪我大宋之耻，迎回二帝，但谁想过皇上如何呢？家国动乱，把他立为帝，颠沛流离，若二帝回来，他要如何？世人只看其想看，思其所想罢了。哎呀，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，本君终于能回到山河之中睡个安稳觉喽。喵，原来你跟着我们，别打着山河志的主意，小心烤了你。你离我远点，是忘了本君的名号和厉害了吗？一莫要无礼，按方才卷中所载，想必那谪仙身旁的童子就是……嘿嘿嘿，小丫头倒是有眼界，既已知我名号，再敢不敬，小心我一口将你们吞掉。这么说，阁下对这山河志是无比熟悉了，还请……哎呀，本君与此卷的渊源，那就说来话长了。非凡人能破卷也，得此卷者又能探寻此中，按着谪仙留下的遗稿说的话，前辈，望至于山川，四境东后，斜十月正日，吾乃山河志守护卷神，既能破解卷中之事，说明你们有着天大的仙缘。这样吧，往后你们依着卷中神庙所探之险，若有所得，我愿代劳为你们收集，也算替你们少些麻烦。但这卷中神庙还需你们自去发掘。如此甚好，那就有劳前辈了。困，好困呐！我先睡一会儿。多谢。曹大人是在借酒消愁。无名和往日一样，探沙场征人。曹大人，你说沙场征人，以命相搏是为了什么？活着不好吗？真为了家国天下？家国？许多人怕并不为这些，只为守着谁罢了。其实此话你不该问无名。无名生来便只是一柄剑，此生听命行事。若要无名死，那便死，不为什么。无名此生恐是没机会知道，当为何而死。但想来，世间总有东西值得付出性命去守。会是什么呢？无名不知，这需去找。人各有意，想要守的自然也不同。有人愿王师北定，有人想定时局，百姓思安居，各有各想守的，各有各想要的，有时候甚至无对错。就连高宗不愿迎回二帝，怕也为不将大宋江山再次罢了。
此事无名不该提，你听过便该忘了。对天府之国的声望提升啦！我们和这些地区的关系改变了，又有什么用啊？看起来，当一个区域的声望提升后，会出现更多的事物，同时报酬也变得更丰厚了。咩？那是什么？原来每个区域都有商坊，在这里我们可以购置这些地区的商品作为物资补充呢。你看，我们与这些地区关系的变化，可购置的物资种类也会变得更多。原来如此，既然这样，今后我们得多多关注山河志，增加其他地区的声望，才能得到更多的物资补充啊。好，这边就是可以用金钱去买这些东西哈，就是要完成声望就对了。简单讲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任务要做好。书中竟还像是收集了事件。淼，给依依看看。哎，别抢啊！淼，这上面记的都是些什么呀？长干里。陆昭一，淼，糟了，被追上了！玉池哥，你接着倒叙述。好嘞，看来这样就可按图索骥，找出我们所见所闻中的细枝末节，逐一联系起事实脉络了。不过于西，这长干里……闭嘴！有说这话的功夫，不如细想想有没有错过其他线索。重点是这个鱼溪往事吧，有些是问号，不夜眠。鱼姐姐，怎么了？依哦，这之前那些萤火的事件嘛。哦，好，就这样子 ，OK。